开台啦，开台啦，湿电胶又要睇达哥，听到吗？听到吗？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？因为啱啱用电脑直播，可能会设定有啲错，我哋检查清楚先至开始好嘛 ？Game 声有冇嗰啲重叠啊？人声嘅比例 O 唔 OK 啊 ？OK 嘛？多谢阿拉加基 U E 加奇俾嘅1314小奇点啦！有人问点解唔唞下？因为我惊我唔再唔快啲爆呢个 game 咧，我就真系冇得唞。倾紧啲 game 先，同埋下星期我可能仲忙，未确定好啲嘢。飙到如果唔搞掂会咩？多谢萨尔达条八婆俾嘅小奇点啊！喂，讲开呢样嘢咧，我都系。早几年玩先至知道，原来嗰个主角唔系叫萨尔达，叫林克 Link。林克啊嘛叫，跟住睇埋维基咧，原来话咩林克系冇说话能力嘅，特登整到佢，等人哋有投入感多啲。即系你见到咧，好嘅 game 制作人就谂嘢一样，好似宅男最后啲120小时都系咁啊，冇说话嘅主角，你自己读嘅时候你就好有投入。一大哥，我个仔今日喺楼梯碌咗落嚟，撞到只眼，佢好中意睇你直播，可唔可以讲句嬲中期？祝你早日康复。咁惨跌咗只，撞到只眼啊，有冇事啊？有冇影响到即系要查？有冇影响视力噶？嗰啲啊？撞到隻眼啊！碌落楼梯啊！系点啊？翻学嘅时候整到啊！多谢小小荣少爷俾嘅小奇点啊！大哥点睇香港女演员扬威海外？系咪开心过杨紫琼攞奥斯卡？边个香港女演员扬威海外？边？乜嘢扬威海外？扮扮咩 ？A V？ 等等先。等我杀埋呢只嘢先，我回复翻个反嘅状态就可以同你一路倾一路杀。开。即刻收台睇下，睇咩啊？睇 A V 啊？你意思睇嗰、那个？你话今日有单新闻。咩香港有个女仔走去做 AV， 即系去咗咩第一个成为日本嘅 AV 女优系嘛？你讲呢一单，咁你意思话咩？高兴过杨紫琼攞奥斯卡，咁肯定又唔会啦。唔系话贬低 AV。系嗰个奥斯卡呢个殊荣啊，个几多演员梦寐以求，系咪先？咁呢个就一定唔会啦。你讲你呢个比喻，肯定就系有啊大不敬添啊，啊？嗰、那个做到女主攞奥斯卡影后嘅一个非常之难度高嘅嘢啦，即系嗰个所有嘢夹埋。红，好，睇 V 都难度高，系，一定系难度高，辛苦啊，身皮肉浅，点会唔辛苦？但系你点会咁样比啊，大佬？即嗰种。A.V. 嗰个拍摄啊，一定唔会够你话哦，女演员咁样点样演套好戏啊，嗰啲咁样
肯定难啦、啊，嗰、那个感觉，那个难度一定系争好远，大佬。A V 唔系话唔辛苦啊，戴定头盔先啊！呢啲你而家好兴嗰啲二元，即系非黑即白嘅而家。但意思就系话，哇系，肯定奥斯卡嗰个梁紫琼咁样攞啊，辛苦好多噶啦！你要演一套奥斯卡，即系受到国际认可。全部人都同意佢嘅戏攞奖系好难啊，大佬！又嚟包拗颈啊！啊咩大家都系动作戏乜乜乜 ，blah blah blah， 再讲落去肯定出事啊！我哋转个下话题啦，好嘛？转个话题啦，好嘛？再讲落去，再拗落去，一定讲下嘢，讲错嘢，再讲落去都冇意思。一定出事，再咁样落去，同埋 A V 有咩咁稀奇啊？大惊小怪，即系有个咩人拍 A V，A V 唔同种类嗰啲都咩出过晒啦，外国人啦、啊、咩都有。但我女朋友话咩啊？从来唔睇 A V， 睇开 G V， 讲一套嚟听啊！最中意啊！通常你讲呢啲标奇立异，我就问：系啊，讲到嚟听啊？边套啊？咩做内容讲咩噶？啊，最中意听噶啦！拣啲似达哥啊嚟睇，有咩？有你话我听啊！我嚟睇下个封面系点样？呢啲波要点搞啊？嗯，原来可以净化噶啦，射嗰啲波。喂，讲下听下达哥女朋友边套啊？我想知喎，个样系点啊？好名啊！啲石像好 Q 烦 ，HP 劲高。哦。未有 hoodie， 西达条八婆，麻烦你 PM 我你嘅电话啊，你 email， 第二批货就到啦，好快啊会有。今日嘅你嘅见闻就系呢啲啊，就系、是、A V 冇啦，睇下你哋想同我谈论嘅就系呢样嘢啊啊！亚洲嗰大屎大蛇屙尿有冇听过？即系咩大少见多怪。葵芳膊头蟹劫案我唔知喎，有啊，我好少去葵芳。嗯。
哇！巨人啊！進擊的巨人，頂你又廢好咗我啦！邊個冧低啊？救援咗你先。好、哦、哇，几劲咁大把刀照反。关某嘅武艺唔可以咁渣。早几日咪话三上引退嘅，我话醒起你讲 A V 三上引退，你知三上系有钱过好多日本嘅啲艺能人喎，你知唔知啊？三上唔知喺咩六本木定边度买咗栋大楼，隔篱系唔知咩，我唔记得系咪睇啲 content 翻啦，有可能我记错。哇！好彩啫。又晕晒，黐线！跟住咧，三上佢嗰啲邻居，如果冇记错，系咩木村拓哉啊？跟住咯。反都嚟臭晒啦，傻仔！三上游啊，富我敌国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佢坚啊，劲有钱啊！苏英，多谢你俾小旗点，搵佢一次要几钱？你上次叫我帮你问 PM 咗啦，唔好赚，点会咁有？我冇啊，冇屈咯。我要找他，我自己见过他啦，苏永屈还屈，我要找他，我自己，哇死了，大王，大王了，哇好彩啫，啱啱如果冇被炸死啊！记得几年前咩啊？三上好似有去韩国组成偶像团体，都冇俾韩国人接纳佢系 AV 女优嘅身份。应该你讲得唔好，三上咧就之前想去韩国发展做女团。但你意思就系话咧，好似都冇好成功，因为咧人哋唔接受佢，觉得佢做过 AV， 系咪咩意思啊？系嘛？你嘅说法应该系咁样讲啊？啊，讲得唔系话太清楚啊？咁我就唔知啊，呢个我就唔系好清楚。不过你凡系全世界啊！系得香港啊、大陸啊、台灣啊，任何外地人過嚟啊，就係話咁易就EC模，其他咧你要猛龍過江過去咧就好難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你任何一個外國人識嗰啲廣東話入嚟啊，藝能界或者講國語啊，即刻啲友話哇好正喎，哇幾好。你有冇留意到呢一个问题啊？系真嘅喎，唔系刻意哗众取众讲，系珍珠都冇咁真，的确系咁样嘅嘛？啊，你有冇发现到呢样嘢？唔知点解系咁样啊？吓，你哋觉得咧？
我哋睇下先，点解我上去呢一度有支旗仔？呢旗仔要喺上面呢度有路行。呢度。但系香港人其实咧，好接受外国人，或者外国人讲下广东话咧，又好即刻讲好感动。但外国人嘅接受外地人咧，就好认真 ，take it very serious， 就唔系咁易。你有冇发现？即系有啲保护本土啊，或者点样咯？香港人睇唔起自己。都有少少噶，有噶，系有呢啲啊，但系唔多人承认呢样嘢啊，睇小自己。哦，喂，我做咩咁样青龙啊？大镬了，嘥咗。哇！做咩啊？咩有钱我达哥啊 ？AV 肯定有钱我啦，点啊？唔使问，点会冇啊？三上话大哥帮佢进军香港电影，写咗剧本约佢喺酒店倾。我同佢有咁熟就好啦，同一日生日都冇一齐过生日，过一次生日先啦。三上几好人啊 ，nice 啊！呢个要点跳？系香港人咧，踩自己自己人最叻，讲英文咧差又笑，但系个语言明明系自己嘢啊！你讲呢个啱啊，你讲呢个啱啊！我成日有啲人，我喺度讲英，见到我喺度同嗰啲外国 KOL 倾偈嗰啲啊，诶笑啊！你哋都有份笑噶，吓、啊？系啱啊！呢、這个正视呢个问题，正视呢个问题好噶。啊！我识咁多鬼佬 friend， 但系又成日笑我啲咩英文屎啊 ，blah blah blah， 乜 Chinglish 啊？啊？又话你冇份，我信你啊！你个你喺呢度讲紧出，咪笑人哋一口音啊！唔系话讲，唔系母语讲得好唔好嘅问题，我虽然笑口音，佢啲 action 啫。你啲乜咁香港啊？啲英啲口音好难听啊！哇，你老板啊？哇，你老板唔好跌落去啊！香港人好中意捉人哋 grandma。当笑人哋口音唔知点点点 ，grandma 都会嘅，我好中意讲话乜乜乜，啲英文好怪 ，blah blah blah， 唔会咁讲。鬼佬，我你如果你考嗰啲咧 ，IELTS 啊嗰啲咧，最好咧你如果遇到鬼妹考官咧，分数一定高好多，你知唔知？我冇呃你，我嗰次就考我高分嗰次啊。我自問 oral 都唔係我英文最勁嗰 part 啦，你諗下香港有幾好講，但係咧，審配，但係咧我最高分嗰個咧係 oral 啊，嗰次係 oral，IELTS 最高分係 9.0 啊嘛，係嘛 ？oral 好似8分定？7.5，
剥落去，审妹啊！硬啊！无畏其手，鬼！我嗰次我同你倾，我都唔知有冇，应该都讲过啦。我同你倾，嗰个话题咧 ，IELTS 嗰啲考试后 oral 咧好简单，唔知 A level 会考啲咁白痴。好简单，我就讲一个啊，介绍咩图书馆，形容下佢啊。你有冇去图书馆啊？做啲咩啊？有啲好日常嘅嘢嚟，即系咪搞好会考你好复杂咩？俾篇 A level 啊，俾篇文你睇，即系话咩啊？跟住你 summarize 咗佢 up 翻出嚟，俾篇报纸你睇，低能，你要睇文。又冇咩小组讨论嘅 ，IELTS 嗰啲鬼佬嗰啲考都唔会有呢啲咁嘅识水嘢，好简单。跟住我喺度讲我 library， 有啲咩香港嘅 library 点啊？我话嗰阵时读紧大学啊嘛，我就香港 library， 我话识男女，我话 social。我话系一个攞嚟 social 嘅地方嚟噶 ，a place 喎，吓个 making girlfriends 啊，我谂紧我跟个鬼婆喺度笑，佢问我点样讲得详细啲啊，跟住我话好多人喺度 pretend to revise their homework or what， 跟 actually they just want to talk to their female classmates。跟住啊 ，they keep talking and talking, not that quiet. 個 library 跟住喺度狂笑，跟住最後啊，我仲問佢，跟住我就問佢考，我問佢我話我考成點啊？我話 how is my performance 咁樣講，即跟住。佢对我单眼 ，not bad 咁样讲，跟住我话对翻佢单眼 ，Are you sure？ 跟住佢 sure， 成个过程非常之愉快考嘅，啊，总之你唔会觉得紧张啊、痛苦啊啲啊，啊。好。哇！大鑊！殺咗呢樣嘢先，青龍。懟死呢個茂利，好殺咗啊！好吧，硬啊，好啊，大力搏，咩单眼呢？哇，未死原来，硬啊，单眼呢下 FF 咗啦。我呃你做乜啊？呢啲傻啊！你哋唔敢做嘅嘢，唔代表我唔够胆啊！咩捅落去？英文点讲？吉住冇玩花块咧？嗱，就教你打机学英文好有用啊！你叫加花块四。阿姐咖喱嗰啲人要捅阿姐咖喱嗰阵时点讲啊 ？I want to cut you inside out， 佢系咁样讲啊，癫晒咁样讲，揭尸体你啊！啊嗱，咁你如果你系真系一个醒目仔，咁咪会咪咁咪已经学咗好多正嘢咯，系嘛？
咁你记性要好，咁打机唔系你认专心打机，你一样学到英文。都系我先攞加奇比嘅小奇点啊！大哥，今日咧开会，大老细讲啊，东张西望卖绿色情。大老细问我上司点解，佢话博收视吸引网民 cap 图。老细话电视台唔道德，唔明有咩好 cap， 跟住话自己集集影低，准备投诉，全场笑到黐线。但大老细问我，大老细。冇笑，跟住问我点解笑，你系点答好？笑就系话啱做得好嘛，你话大老细啱嘅，佢嚟笑系话你做得好正气，笑个电视台冇道德西福，日下道德沦亡，笑咧就系开心啦，终于有人炮制到佢，何等狼狈啊！你所信赖二兄弟又去咗边啊？你嘅同伴又喺边度啊？又捅落去，明啦。所谓情义不过系空谈。既然系咁，你仍然相信两位义弟，大哥。元宵，立即火焰啊，大哥！二等就喺情义嘅束缚下，会被湮灭啊！混长益德，冇理唯一嘅，快啲走啊！魔流比来了。影像点会咁啊？话赢咗咁多嘅喂，个个都我系佢都魔化啦，咁型哇，超型喎！几快喎啲招，仲有一 hit， 放个电先。几屈喎，唔渣喎呢条友，三一 hit， 起翻身先老友。搏后嗰戏嘅，好啊！救阿关二哥先，好波，兄长醒啊！好，冧晒啊，老友们！哇！跟住到，再嚟，冇水，
黐筋。大镬了！顶你个肺！时间差攻击。大镬了，呢招系最难避，低能仔，一踢应该得嘅，同埋唔好用关刀咯，其实就好，其实唔系话好劲 ，sorry， 唔系唔渣，劲劲地啊，都唔算话最废嘅，见下实况预测啦。加添难度啦嘛，一次机会内啊，不如吓吓，我啱啱谂到一招，佢一盏啲地波波咁，我即刻跳起避开啲电。主要就系要，其实主要咧就系佢冲埋嚟嗰下。有时做人唔好太有自信，换下装备先。近战武器，之前有把靓嘅双剑啊，去咗边啊？油画双剑啊！双击啊！呢个都 OK 嘅，可能。射！干将莫邪啊，我摆。OK， 用你想我用翻干将莫邪？苦好咩伤？女人咩叫苦好乜乜乜？干将莫邪，斗翻佢个双剑吓。都系我好珍惜达哥，俾个小纪念达哥。我同我女朋友咧，而家喺池袋间酒店睇紧你直播，祝你哋旅途愉快啊！池袋，池袋有咩玩啊？池袋系咪都系啲买衫啊嗰啲啊？我对东京其实唔系话好熟。好啦，齐啊！红灯区，池袋系红灯区嚟咩？我净系记得以前街机咧，有只咩新宿咩案内讲黑社会啊，会通常有几个地方咩池袋啊。好波。跳！来！食个药水先，唔好急。叫到啦！
跑，救关羽，二弟，你留弃暗投明啊！顶你个肺！刘张飞以卖咸鸭蛋，几串喎、啊，老友，北嘅啊！哈、啊，兄长醒啊！飞嚟飞去，倾好吧，拱来，哇！睇唔到路，追击，屈你埋墙角，捅。飞啊，乱七八糟！傻仔，硬啊！呀，滚！转，毒龙转。见唔见到我避得几靓？哇！拜！咦耶！摸流鼻而收皮，一踢过啊啊！拉屎反到去死，即刻揿埋动作，已经黐孖筋。先影一张先啊，唔好讲咁多啊！呢啲一阵又冇个机会。干扰机会，打到傻咗个人，系咪先影一张先？有很多时呢啲，啱啱应该一打趁佢咧企喺度嘅时候影一张相啊！唉，蠢咗啊，系咪啊？佢咪中个北嗰阵咧吓？你讲系嘛？有冇高啲啊？熄嗰啲灯佢啊！
大字型咁摊喺度阴公咯。仲有冇咩啊？冲过去影啊！睇下 pose 有冇得改变。一阵即刻冲过去揿揿掣，系咪就可以影到？哎呀，如果我一拧埋过去就好咯。企翻正个人先，好在呢个有呢个咁嘅功能。啊，打翻好啲面光，系、哎、即刻。即刻个人尽俏晒，本身好多阴影，唔知道做乜鬼嘢，即刻潇洒，潇洒击杀魔女部。下一个 pose 嘅嗰，下一个角度应该点样可以影得好？行再行过啲啊 ，top shot 啊，面向过嚟咯，可能系即刻拧过嚟影一张咯。啊！啊！魔流比 ，sorry。啊，咁就得啦，咁就影到啦，睇下。魔流比已被击杀。好清楚啦，呢张相啊，整个大特写俾刘备先。做咩事佢会咁样突然间倒挂？咩事？好恐怖啊！点睇？仲有冇咩角度上映啊？摆唔摆到 pose 啊？你估？差唔多。影唔到，兄长，神装呢个大哥，嗱，唔知点解其他咧个个都之前系点样，边个要死啊？孙坚又要死，呢啲咧就唔使死，系啊，吕布魔化就要死，刘备又翻生，点解？刘备昔日虽有满腔热血，却力有不足啊！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独云长与翼德在桃园立誓后，如今终立足于乱世之中。彼虽竭力奋斗，却未建功立业，甚至险些丢了性命。依然，纵是跌入失意嘅谷底，被认坚信兄弟同同伴之情谊。天下之大，知己难求，定系阁下嘅重情重义鼓舞咗彼。诶，决心继续喺情义之道上前进，几有意思啊！呢句说话都，即系同大家都一样咧、啊。香港生活都唔容易，之后佢就话系有友情喺度，最后坚信喺情义嘅路上继续生存。
咁清醒啦，大哥。肥呢个时候已经白头发咯，喺阁下同佢兄弟嘅情谊救咗我，镇压咗魔城，只等大德永生不亡，有朝一日定当相报。不如燕三兄弟再想法，燕知道好主意，好主意啊！但系前斗尚未结束啊，袁绍企到利用妖魔大军之力一统天下。系喎，官道嘅天空好奇怪，莫非系袁绍搞嘅鬼？眼下唯有阁下一人，我要阻止袁绍嘅暴行。呢处就交俾我等，请阁下速回曹师勇营中，必须竭尽全力粉碎袁绍嘅野心。多谢一直关注大髀嘅小奇点，真系好似阿达个角色整到十足十啊，梗系啦，整咗好耐啊，由 beta 开始整，但系我又现在岂能否再一次机会来打死魔流比？答案系能嘅。叮咚叮咚，我哋仲有几多关啊？咁都赢有天理嘛？就系我系觉得咯，唔知系咪啲咧升咧升高咗之后就冇咁难玩。中茂，我等嘅目标好明确啦。潜入官道，取下嗰个妖道嘅首级。哦。呢个就系你得出嘅答案啊！啊！朱权你癫咗啊！继承孙家血脉嘅人，只要有一日就够啦。不从者格杀勿论。兄长，第一件事咪捅佢走系咁啊！乖乖同老夫合作，定系要报父兄嘅后尘啊？嚟啦，你会点拣？白痴，孙权，咁样你话会唔会有人听你讲咧？怼冧咗人哋得老豆同阿哥，之后话你吓唔听就怼埋你，傻啊！我都无牵无挂啦，同你死过啦，即刻如死网破，白痴。其实于吉咁劲，不如系咁用呢招变身术啦。边个同佢曹操？哇！呢只马，你睇下美腿马呢只马，只脚劲瘦。阁下果然真系一个守信嘅人。众将领嚟击败袁绍啊！只马似我，你有发现咧？近年咧，好多 game 都好中意啲藏镜人剧情啊，变嚟变去啊，总有啲角色啊幻化，唔通七十二变啊嗰啲咁样啊，有冇发现啊？啊啊啊！等，我啱啱有鬼佬客打嚟，我两个直播紧，等一阵啊！等我阵，复紧啦。
好，你知唔知佢哋好好噶喎？可能佢讲 streaming， 跟住佢即刻 cut 咗线，佢已经自己 cut 咗。哦，佢俾个电话号码我，叫我一盏要打过去。哎呀，所以有时你问我点解咁夜瞓，有时我昼时差，你知唔知啊？佢嘅营业时间同我哋唔同。我同你讲啊，即做完直播再讲。哇！系啊 ，WhatsApp call 啊，有时咪咩 Zoom 啊，而家近年咪多呢啲 Zoom 啊。哇！恐惧。呢度都系官道战场。有冇嗰个最经典咩乌巢烧咁嘅袁绍粮草嗰度？哇！死仔包，因为佢今朝俾个电话我，你哋知唔知嗰啲咩888嗰啲电话点打？佢话嗰啲应该系全世界打去 IDD， 即系唔使 IDD 免费，但我打唔到过去啊！诶，讲翻先，你一阵再同我讲下边度点样打呢个电话。你哋记唔记得咧？上即系我咪话近年好似好多 game 有呢啲咁嘅藏镜人嘅啲剧情嘅。你记唔记得上次边只 game 有长镜人啊？我最记得就肯定系人中春日一番嗰集啦，就一定有啦。人中七，好似仲有啊，唔似 God of War， 系啊。低能，仲有啊，应该仲有啊。嗰个科又系阿边个啊嘛？阿奥丁扮唔知边个捅咗啊嗰个矮人啊嘛，系嘛？捅死咗佢啊嘛，捅死咗攞口水帮佢祝福嗰个矮人啊嘛，系嘛？系嘛？人中嗰个咩版本龙马都系藏镜人，啲剧情又唔知点样扮咗佢嘛？你记唔记得咩嗰个咩版本龙马死咗，跟住就同生一马就扮咗个版本龙马嘛，系嘛？系嘛？哇！你老板。好，补啲血先，咁少都补啦。我、哦、你话即系人中嗰个都唔算话咩无视逻辑，你知人中嗰个都唔算话太离谱，但我意思就系越嚟越多咯，谂唔到桥定乜鬼，全部都系有呢啲好兴。咩人中你似同生一马本身系叫版本龙马系咩？
点解我有个记忆？佢唔系一开头有条友死咗，冲入去嗰间屋嗰度片，即系嗰咩版本龙马已死定咩啊？斋藤一等有啲乱啊，我都记得讲下呢、這个。佢系版本龙马扮斋藤一 ，OK， 搞乱咗 ，sorry，OK，OK，OK， 总之就系有个咁样嘅多重身份啦，类似系咁样，系我搞错，我搞错，你睇片头嗰个扮龙马嗰个死咗，因为年代久远咯，真正玩嗰阵时都唔知几多年前。总之就系类似咁样啦，仲有冇呢啲扮藏镜人，又系唔知扮嚟扮去啊嗰啲咁嘅剧情，仲有冇啊？呢个有旗仔，插咗旗仔先。逆转三扮城堡堂。我见到又话碎星撞达头有藏镜人，最尾嗰个 boss 系嘛？你讲紧藏镜人系咪要整个定义，就系佢可以变成任何人啊，一模一样啊嗰啲咁样啊，跟住走去做坏事啊？咁碎星撞达头嗰个就未算系藏镜人啦、啊，就系、是、最后幕后握手嘅，佢又冇扮我。哇！可以咁样跳上嚟，咁劲嘅喂！喂啊！叫到！哇！硬啊！夹！讲紧 game 痴王之王嗰啲唔计，游戏大都多啦，啱啱咁样数，短短你哥洛夫之后到而家，短短一阵就咁。宅男最后120小时有藏镜人，边有啊？有咩？宅男最后呢120小时有藏镜人，臭肥猪。肥猪，其实呢大肥猪整得都几好，你觉唔觉？收尾吧。棒！切！但系其实好渣，表面睇落好似好劲。我行呢啲树系嘛？逆转裁判两姊妹叫唔叫？又唔叫嘅呢个又，总之藏镜人就系呢，有条友可以变嚟变去嗰啲咯，啊藏镜人，
bio 都有條女攞幻術變人，呢、這個又可能，呢、這個又有啲有呢、這個又可以計，係啊。真係 100% 扮到嗰個人，又冇解釋點解佢可以做到，呢啲就係藏鏡人嘅定義啊。OK， 好好，呢、這個朋友列舉咗一個咁嘅。有嘅孙悟空咁突然间识72变，无啦啦变咗条友嘅，咁呢啲就叫藏镜人啦。啊，我哋踢啲捷径先，唔好急。嗯，呢度仲有呢、這个呢、這个肥猪，我妈咪打死咗咩？点解？呢度系过关啊嘛？因为我见到嗰个有嘢执啊，好似。发射，射咗啲咩出嚟？哇！俾人阴咗，大镬了！滚！周皮啦、啊，机会到啦，搏佢！俾得靓啊，咣一脚兜落去大西啊！Elden Ring 仿新类，扮你做 boss 同无啦啦引起战自动门事件，有 Metal Gear 算唔算？哦，咩 boss？ 有啲人啱啱讲咩 big boss 系咪就系 Metal Gear 嗰个啊？即系佢有时你有 Metal Gear 有时系好乱嘅，又有咩 snake 啊，又 solid 又 liquid 又乜，跟住又。佢有时候叫佢咩 boss 啊嘛，咩幻痛，幻痛嗰个系咪啊？你意思系 Metal Gear 五，诶主角只系做紧个废柴，你以为只要用玩紧 Snake， 但系其实你只系个傻仔啊嘛，你扮你以为自己系 Snake， 其实唔系啊嘛。其实点解佢要改咁 Q 多啲名 ？Snake 嘅 Snake 咧？有咩 boss？ 第三集开始啊嘛，无啦就叫咩 boss？ 啊，你觉唔觉？劲乱，我哋应该行呢度啦，应该冇错啦。啊！唉，贪心行多步啦咁。大镬了，乱咗节奏。青龙，仲唔稳？捧落去先，仲有只大猩猩，你老板。
我唔死啊，大猩猩！想问边度有得睇《史艳文全集》？我都想睇噶，你讲啊！蓝衣烈士嘅千关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嗰首主题歌《蓝衣烈士嘅千关》哇！食屎咯！我得翻一滴血零水。点搞啊？啊！哇！插旗先，你老板啊！我每次喺呢啲紧急关头，我即系肾上腺素。极度澎湃，劲得癫！呢条路开始复杂到癫咯，有一劈二劈咁。哇！唉，最后一下避得唔好。呢啲波波有咩用啊？小李飞刀。是不是有 buff 的呢啲？系咪射烂女有着数？大哥，我有啲嘢想同你讲，讲啦。点解讲到咁隐晦？好似有啲咩事情？表白？点会啊？嗯？估到你啊！啱啦！哇！顶你个肺！我即逼你部来戏呢一代传人个太子啊！要唔要介绍加入你识可以啊？苏永，我话喂，我想去加我个角色落去同史艳文打，加入八个唔该，真定假 ？Thanks， 好想加入嗰个世界好耐啊！俾我帮佢揾佢拍一集，我做导演，我帮佢谂个故事，吓、啊。
我系讲下，你知话全世界都引用紧呢个唐镜人咯剧情啊！我而家系咪行呢边啊？我都唔知啊，好似唔系喎，老友。哇！士气低到咧，哇！二段碌，你迷宮迷到點啊，大佬？等阵先，我要找一条路，是不是这个捷径啊？我开的，所以我哋要上翻去，跟住我哋要找翻呢度就是那个大树根，系咪？好像是呢度，呢度系嘛？上面就是树根啦。我哋捅死埋呢只先，如果唔系啲士气好低，打唔到。哇！我死埋系咪弱智啊？冇睇到血。多謝 Man 聰媽聰聰俾小旗點，但係我尋日係白色情人節，可唔可以補翻用達姐聲補翻個 kiss 俾你哋？咩啊？白色情人節快樂，周咪係咪講呢啲啊？愛你哦，白色情人節快樂，愛你哦。报仇雪恨，得有五士气应该够啦。咁我哋要做嘅咧系咪呢个肥猪？我哋得诶，嗰度原来有支旗，我哋冇吉到啊！我哋啱啱打呢个肥猪咁辛苦赢咗，我哋冇吉到呢支旗，白痴唔怪之啊！你老闆眼大睇過龍啊！食屎狗！青龙，佢会打四血，记住 ，one，two， 搏落去，捅。剥死你个傻，搞掂，吉咗呢支旗先，唔怪之啱啱点解打，我就心谂打完呢只劲嘢，点会乜都冇啊？所以行咁远就系漏咗呢支旗仔，开埋呢一个，呢只可以开咗城门配置佢，点开啊？个城门我都开唔到，未开到喎。好啦，跟住就行呢边啊嘛。呢个我哋开过啦。跟住啱啱就系呢度有一堆呢啲波波。
呢度都落唔到去啦，冇得落。跟住又睇下可唔可以唔到你呢只老虎咯。呢我哋就系死喺呢条茂利。系咪啊？唔系喎，好似有只老虎啊！嗰啲我哋死咗，我哋行行下喺呢度有只老虎定乜鬼嘢死 Q 咗嘛？好似呢度啊！系喺呢度啊！啱啱真系黐线，冇补到水，打到咁厚。有邊個做到？又有誰能做到？我理佬，硬啊！捅落去。但我系上年早产 B B 嘅爸爸，经过二个半月，佢听日终于出到院了。多谢大哥龙各位兄弟祝福，祝大家兔年身体健康，否极泰来。出到院啦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，系咪康复晒啦？复原啦，系嘛？太好啦，要照顾好啲咯。早产可能即系嗰啲吓出街啊嗰啲小心啲哦。啊！呢排天气反反复复，又冻又热嗰啲，我都病。波轮，硬啊！大镬了！青龙，其实有时咧，我打呢啲嘢，我完全系。我话睇唔到佢做咩，我凭本能咁，你知唔知道？即系我都唔知咁系好事定坏事。你 feel 差唔多啦，我冇睇到哦。而家佢呢个动作三二一，喺度冇一个理性嘅存在。佢身体已经健康，冇事啦，亦都冇咩，咁恭喜晒啦，咁咪好啦，快高长大。你系嘛？啱捞嗰阵先知我唱《光辉岁月》，又有谁能做到？几劲，可唔可以？可唔可以做到我咁反呢把大剑？哇！大镬！做乜咧？呢条友黐咗线啊！还多啦！好彩捐咗去富浪，兵马俑呢啲巨型。好啦，咁呢个开咗呢个就开个捷径，等你我继续行嘅。门后有旗可以补水，你知翻翻去补水啊？咁啲怪咪又出过嚟？不过系嘅，补咗水好啲嘢，都咁多 EXP。
哇！好彩我避开。呢下好难避喎。喺三国入边官道之战咧，你哋有冇话最中意边个角色或者点啊？呢一场仗入边吓，你知唔知系关键系有一个人啊？系唔知孙柔定边个先至系真正关键？唔知曹操有一只气女输到懵咗，一写信。各位我唔系好掂喎，点好啊？跟住唔知孙柔定边个同佢讲话咩？其实你喺袁绍嗰啲，哇就死！哇嗰啲废柴嚟啫，多你几百万大军又点啊？哇你！哇！你嗰啲咩一以一敌十嗰啲废柴嚟嘅啫，你惊鬼啊？吓、啊！你即系许攸咪系燕仔啊？佢背叛咗袁绍啊嘛？啊！快去大门开猴仔，唔系开咗啦咩？呢个门咪开咗掣啊？边度仲有咩掣啊？嗰、那个系国家讲嘅咩？即系话咩咩？你一抽十都得啦。嗰、那个系唔系孙柔喺后面唔知咩讲后勤定咩？佢冇带国家去打。呢度转左有牛牛打，什么牛？孙旭，我记得好似系孙旭噶嘛，定孙 X 啊？唔记得系大佬定细佬讲。加涉料之，少有十败，攻有十胜，少胜兵强，无能为啊！涉料啊，呢个系佢自己谂啊。我记得啊，我唔知睇。睇边本漫画定边个有讲话系佢有谂，即系真系 send 咗封信俾啊，俾许昌嗰边定点样？又打呢只牛，边落去先？哇，扣咁多！大镬爆档！饮水先，唯有饮者留其命。一下秒，喂呢日咁劲嘅喂，哦系啊，答咗啊国家咩鼓励士气系国家系嘛？打死只牛先，系咪行呢度啊？定唔系啊？我哋应该入门口啊嘛。挂住讲，挂住倾呢个。仲有咧，又系咩最中意淳于棋啊？淳于棋咪就系咩守乌巢之后俾曹操烧咗军粮嗰个谋理啊，系嘛？打吞食天地，淳于棋劲到癫啊！
顶你个肺啊！睇唔到呢招成啊！呢嘢仲劲喎，咩啱啱咩刘备啊，白痴一下秒咗我啊！一仔用青龙嚼啊！开盘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开啊，开啊，开开开！一次机会啊，打死牛魔王。不过我都唔可以玩嘢咯，因为我志在赶进度。牛好劲咩？之前第一次打垃圾一样啊，用一阵用双刀片佢先。好多人买不能喎、啊，吓、啊！一阵用啲招先。挂住倾偈咯，垃圾点解死两次？挂住聊天，聊聊天，同埋嗰下红色个傻仔。嗰下要快啲啊！怼埋嚟好快，空埋先。我应该要向前吞。打埋呢度有支新奇，都系要打呢度啦。你见到？食黄喉，仲有几多秒啊？今日做咗好耐嘢，我突然间又好肚饿。早几日咧食唔落嘢，肚唔舒服，而家又变咗好肚饿，系咩事啊？黐咗线啊！我平时我觉得肚饿其实系好神奇嘅事。消耗咗太多脑袋，哎，行得啦。好彩差啲死啊！低能啊！难玩到低能，答案系不能啊！再嚟一次，一分钟投注，行过去差唔多。嗰一日反唔到佢个招，我死 Q 紧。视野问题，我真人视野问题啊！快过去葡京，我冇讲过你话咧，当时咩？咩关羽斩咩颜良系话咩偷袭有冇讲过呢样嘢啊？即系咩突然间冲咗去咩华雄嗰啲都系突然间咩偷袭？关羽好中意呢招，突然间冲埋一刀劈落去，即系冇礼仪。有啲人咁样讲嘛，话关羽武力系咪真系咁劲咧？佢话其实唔系啊。有冇听过呢个故事？顶你个肺！哇！哇，劲到癫喎！试多一次唔得，真系就加下啲士气先。嗱，俾卅秒你投注。嗱，呢铺我真系认真全集中，攞翻把关刀，我都估唔到。我唔会再讲咩卅。佢啊，啱啱佢啊，关羽冲埋，突然间一嘢劈落我度，
买能嘅朋友祝福你哋，我相信我都 OK 嘅。行啊！我避咗弱智，我应该用青龙啊！啱啱嗰下，试多次，试多次，真系冇啊！我都啱啱屈咗佢一次啊！顶你个肺！答案系不能啊！继续三秒，我啱啱系点解？你有冇见到我揿咗低能，揿得太早啊又。放弃啦，你试得，佢啱啱都冇一半血啦。即刻即刻见啲友见到我气势如虹，而家即刻买翻能喎。我一阵佢一出嗰招，即刻开嗰、那个。啊，仲未得咩？你哋仲未投注完啊？完咗啦嘛？冇加到啦。大镬了，出师不利啊！听落。的死我在青龙入面都死弱智啊！冇啊，佢加持嘢嘅，再咁样玩落去会癫，有排搞。起码升翻嗰条友系几多士气啊？你老板插翻几支旗仔，你老板，我而家要去边啊？但系。呢、這个开咗冇路啊！我上面嗰条路啊嘛，都系嗰条路，不过转咗。顶你个肺！呢条契弟俾佢擒咗几次。芝麻筋，我第一次打个咩张角，系咪就系咁样打烂打低能？但我觉得呢只 game 好似咁样玩系好玩啲。争啲死啊！争啲唔知唔记得咗啲士气系边？你唔记得我打张角嗰阵系点咩？嗯，我呢度上去，啊，原来就系呢支旗仔我冇怼到啊！啊，我在门口插巨人啊，都 OK， 唔使插啲新旗啦。呢、這个咩新奇？我突然间谂起之前咩韩国泡菜咪改咗名，话唔准叫泡菜，叫咩新叫新奇。啊！你记唔记得有单谂嘅嘢？
我醒起仲有一样嘢想讲啊。喂，我睇到有个 YouTube 有个 comment， 咁咧佢就话。你记得我早排咪有讲送货佬嗰啲嘢，佢就话喂唔好闹啲送货佬啦，佢好惨噶，即系佢诶，因为佢哋一日送好多，要闹啊闹啲公司，佢就话系啲公司导致嘅，嗱公司衰咧，可能系嘅呢个我唔知啊，因为我唔知道呢、這个我冇办法判断啊。但我想讲，唔系个送货佬都咁衰喎。其实我送 hoodie 嗰个送货佬啊，好尽责噶，你知唔知？我话喂，佢就话我话好多要运、啊，佢话嗰日佢话系啊，但我呢区得一个人啫喎。佢话我帮佢搬码唔紧要，我帮佢搬码几点几点到，系。劲尽咋，系好 sweet 嘅。跟住有一次佢话，跟住有一次嘅，佢唔知讲，佢话啊，你嘅运费系几多几多？捅！哇，低能就死啦！跟住咧。我冇理到啦，唔知几多钱，跟住我就照俾啦。一俾完佢同我讲，话啊唔好意思，哥哥我计错数，佢即刻过翻数俾我，即系收突咗佢啊，过翻数俾我，劲尽咋。跟住咧又，我话喂冇晒啲咩胶纸啊嗰啲咩，佢话攞啲啊唔紧要，我帮你，我有啊，我有啊，我俾你。好好嘅喎，但我啱我最近嗰个送货嗰个咧就真系黐筋啊！嗰个部门系癫啊，一嚟嗰个时间错啦，第一时间错啦，可以癫到咁啦。第二咧系永远就系要你就佢嘅嗰啲时间，你永远系要就到佢傻。啊！嗰次咪成龙啊！等到黐筋，跟住啊，等住即系嗰次最后冇嚟到啦，咪时间错啊嘛，记错啊嘛，系咪？跟住寻日就系四妹喺度等嘅，佢又打俾我咯，佢又话咩？一朝早打嚟几点几点？佢话系咪约我今日嚟收嘢啊？我话系啊，跟住佢话哦。跟住佢已經知道佢潛台詞啊！你幾點會喺度啊？我話上次傾好咗咯喎，即係同嗰邊我就話係夜晚先有人喎，收工時段。之後佢話：哦，早啲會唔會又喺度講？早啲會唔會有人喺度啊？跟住我冇，真係要哇！唔好意思，真係冇，即係要收工先有啊。又叫我四點幾又再打多次啊！嗰次嗰个态度咧，就唔知换咗个人，就开始又系嗰啲极度难听嗰啲。喂，系咪约佢送货啊？跟住你而家系咪喺公司？我而家准备上嚟。我话唔系，冇人喎。跟住佢就话：吓，唔系约佢送货咩？我话系约佢送货啊，但系唔系约呢个时间。我话系约佢送货，但系唔系约呢个时间咯。我话约。走先，想佢打死嗰个巫师，那个蓝毛佬死咗边啊！哇！乖大王，听路。好吧，低能的招波，
跳咯，保啊雨丝，波啊！ 哇！睇唔到路，哇！开始啦，低能，我啲棋系咪升得唔够好啊？低能，食晒啲大真气大宝丹先。 即刻拍先斗，嗱，而家有加2咧，士气8，个怼只牛怼死佢有多支旗仔，咁之后杀上去2D，而家咁样打系癫啊，系精神病，嗯，点解要打只臭牛啊？要落翻去啊？ 点样去翻嗰度啊？行翻落去，收翻啲精气。啱啱嗰个 boss 啊，你话要去报仇雪恨啊？OK OK OK， 咁我哋唔好打咁多啊，直接铲上去。 系咪行呢条路我都唔鬼记得，希望系啊。上，好似呢条路系嘛？呢关有啲迷宮，複雜。 极度复杂，系嚟啦！前面嗰14呢，我又谋你，边度啊？有啲怪声，啊个！ 报仇雪恨，呢只星星根本系屎啊！黐线，好啦，哇，臭老鼠，唔好死啊，大佬，单啲卖咸鸭蛋又低能。 好，有青龙都 OK。龟波嚟个，哇！饮水先。 顶你个肺！仲唔稳？哇！
白痴啊，烧死啊，争少少晕啊，条契弟。唉，喂，打一只牛先咗，咁落去唔系路，唔好理嗰啲乜鬼嘢咯。咩精气话 Q 之类咧，只牛杀咗攞支旗先啦、啊。你老板，我赞一下，我就系唔够狠定乜鬼嘢，反唔到嗰招波睇。佢破咗你招锁血技，点解？食屎狗啊！食屎狗啊！波仲稳，关落去的士啊，仲反你唔到，青龙。巴到我都唔做紧乜，的士狗，哇仲未死啊，条友系黐筋，收皮啦！同一招对圣斗士想用几多次啊？收皮啊！你知咩？心急如焚，我死咗咁多次，已经觉得再咁样落去得掂，个人个脑已经系完全解放，啱啱已经冇再喺度数嗰啲拍子。好，插多支旗仔先。我即刻啱啱嗰啲，我啱啱殺咗嗰條友之前就係，好似嗰啲日本卡通片咩傻佬媽媽你話，再咁樣落去會記錢，再咁樣落去的話，我即刻做唔得掂啊！真係就係一種。唔紧要，买一啦嘛，一下仲有条茂利嘅嗰条契弟，唔惊，仲有得赌，想赌嘅一定有得赌。喂，呢度跟住要点行？点样过翻去嗰边有冇啊？呢度上嚟嘅作用系。向上呢条树根啊，啊！你一阵打嗰条契弟啊，仲有嗰个攞喷火式豪火球之术嗰个茂利，跟住咧点样行啊 ？I'll get the shit， 再向上。直接开定咯，
嗰只叫咩啊？火焰魔。三秒。平民版吕布，劲过吕布啊！又系一下秒低能啊！呢度啊，呢度啊，呢度啊，系嘛？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你知呢啲全部系本能节奏，冇完全冇计住点嚼点嚼点嚼，嗱到啦呢个吕布嚟啦，搭你一刀先啦，吕布。癫啊！豪火球，收皮啦！咁渣喂，突然间加士气，即刻唔同噶，根本就冇咁劲，次次啱啱捅佢四五刀。哇！呢只老虎啊，金咯！顶你！收皮啊！剥落去，切！咣！开咗彩先。啱啱咪打死火焰魔，答案系能啊！点解哇？即刻个个人买能喎、啊，见到个状态回咗勇系嘛？门只能从另外一边开启，咁点样上去啊？喺呢度补伤。念啊，惊！哇，原来有呢个巫师，唔怪得知得啦。咩加士气低能？有人帮佢打气加油，食屎狗嚟！点样？如果咧你想训练自己点样可以快速完成任务？又唔会混乱咧，即系唔会玩得头昏脑胀，即系你训练你处理工作能力，你玩呢个 game 一定好好。你谂下，当你极忙嘅时候，同你讲哇呢啲路咁复杂，又要啊，你谂下你要加士气先，同你工作好似，究竟你应该一口气硬爆佢啊，定系谂谂先，有冇啲咩方法整理下、啊、调理下、啊、老仔？我咧就系、你见到我啊，尝试一开头硬爆，争啲得，可能你个态唔够好啊，咁啊结果就会还原基本步啊。食屎狗，
同埋啲入侵者，我谂整得可以再好啲，好似打波似咯。平时都系谂办法做少，尽量做少嘢，系嘛？平时应该谂办法系最高效率做嘅，唔系叫做少嘅，做多做少，你好难控制啊！你老细叫你做乜，啲客塞到埋嚟，你都冇得拣。喂，我哋继续讲翻我送货，我就话咧，我醒起嘅，我系醒起嗰个送货，我就话，其实有啲。唔係即係公司衰係還公司衰，但係送貨普遍咧就係佢冇諗到人啊，佢就下下諗自己啊，哦點樣安排，點樣最早一條路過或者點？但係你諗下個問題係佢哋永遠點解咧？點解我咁講咧？就係、是、你當嚟佢個倉喺葵涌先算啦，咁佢就話啊最好咧就梗係。唔知點樣送，一開頭可能送咗葵涌先，跟住再慢慢出去九龍，啊九龍咧就再送翻去港島，最後翻翻嚟咁啊最好啦架車。但係佢冇諗到嗰、那個，佢哋每日個路程都係咁樣啦。但係佢冇諗到問題係人類嗰啲營業時間，即係嗰啲翻工時間就個個都係朝九晚六噶啦，都係咁樣。你日日都係呢一個路線。咁樣做住香港島或者住咩嗰啲咪食屎，每次都係俾你呃啲垃圾時間啊，或者點樣？佢永遠都冇辦法到啊！你一定要就佢喎，即係佢哋冇諗過咁樣變，佢冇諗過人哋嚇、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個問題係呢一度。咁當然啦，你話咁佢咁樣梗係最即係呢？不過呢個、這個問題咧。你话每个人都系谂乜办法去，好似我啱啱咁讲啊，做嘢，梗系谂下办法啊，点样最悭皮嘅最做法啦。但系问题系佢有时个态度都好差。喂，又话嚟收货嘅，点解唔喺度啊？系啊，个收货啊，嗱，唔系呢个时间啊。系啊，自己改时间话喺楼下啊，系啊，呢啲啊，讲得好啊，开到袁绍哈，你以为姑已经走流无路了咩？我笑至极啊！哇，佢要怼弱丸仔啊！统领天下，唯有力量。呢个就系青色嘅光芒。嗰只咩守护灵，我睇唔到。射啊！好，有人话开到，嗱我就揿个相机照开俾你，两次机会咧，好嘛？因为而家都让佢一下，能否再系两次机会打死魔元宵？俾一分钟你哋赌。劲差啊！俾一分钟你哋，我啊影住相先呢个时候啦，咁样就哇呢张相都几靓喎。但我睇唔到系咩一撇嘢喎。我而家好多 game 咧，整啲即系你近睇，你发现其实唔知佢画紧乜，你有冇发现啊？呢个一撇屎咁，唔知道做紧咩。喂，扣我血嘅喂，我播格数会照扣啊！
真系影唔到，唔知咩嚟。间再嚟两次机会落嚟包啊！点都影一张先啦，大佬，有乜可能唔影啊？起码都见到魔元少嘅样系点嘅死款先啦。呀，唔会知道系乜嚟咯。一劈屎一样，哇！呢张相几型，翩翩起舞一样，超靓。影埋呢个位置 ，OK， 我哋就可以开始啊。哇！嗨！有两血嘅。要两下喎，鼻劲烦，一埋去就咁。硬啊！機遇到，切啊！哇！都唔稳，出嚟！顶你个肺！刮死！听落。冇事冇事，搏落去，搏死你！光，光，一踢光啊！
準備啦。又嚟天将降临，油灯。调整位置，右灯，前后移动啊，盏灯去 ，OK。嗰、那个灯系弱个字啊，那个 icon 系咩事啊 ？OK， 冇噶啦。型得癫啊！有啲血咁样飘啊飘啊，斋影自己啊呢张相啊！几潇洒，Barry 咩啊？多谢你小技点，啲点数冇定使，可唔可以整啲嘢俾你揈？好啊，好啊，又咁得戚，我哋落嚟睇下袁绍个头喺边啊！其实你见唔见到啊？啊！嗰、那个头系石头定咩嚟嘅啊？嗰、那个头哦，呢个膊头嚟啊！个头喺呢度啊！黐线，点睇啊？佢死咗未啊？其实？吓！你估我会唔会有人咁？梗系佢突然间劈落去，梗系我死咗。哎！你老板，富贵高权重，只有面对其。无比敬仰，我他却不顾父子情义，狠心将吴国计白虎。也满相识，史无奇，几近相信情义珍贵。我当大火摧残都城之际，众人悉数各自离去，有一次粉碎咗吴脆弱嘅念想。自此吴所能依靠者，唯有洪光所蕴含之力而已。其实佢又冇错，谁知纵使奋战至红光熄灭，却仍然不敌。真正嘅情谊，竟系如此强大，如此美丽。点解唔帮袁绍解救啊？又啊咁偏心嘅？点解啊？袁绍，你都诶嚟啦，睇嚟，我要向你讨好道谢。我得阿满好慢啊！啊！我食药嘅就唔得，俾人拍贱嘅得，系嘛？有人觉，有人揾到我嗰个嘢。
快啲去见下几年前现嘅价值啦！换错哟，换错，化为天上嘅星啦！睇住我曹操，睇我上位啦！你收档啦，袁绍。ここの弾薬は完全收，回收呢一度嘅丹药。あとは任せた。余下就拜托你啊！第一回收丹药咪你自己写，系啊，即刻烧咗佢。点解连住嗰啲关嚟？问好问好，吓咩直落噶？咩呢关系咁样玩法噶？派咗坐起先，答案系能嘅，一次就打死咗魔元少一踢，要爆机了。仲有三隻就爆機，即系我一上去打連打三隻，即系下一次直播就搞得掂啊，系嘛？系咪咁嘅意思？支棋仔啊喂，未出爆機鋪啊！聽日打連打兩隻，再打 boss， 而家爆 no 啦！我未接隆重摆好个擂台啊嘛，摆好个擂台啊，唔系拖唔拖，急急爆机啊，好似沐浴更衣，做足精神。你哋嗰个未够喉喂？阿兄，你又话有一个有关唔知咩打咩咩又对白好正冇嘅，你话天主派冇喎？计咗都一点咧，打埋 boss 都唔知几点啊，两点啊，今日已经直播五小时，仲打差唔多啦。本身最多有呢啲咁嘅嗰啲无聊支线 boss 啊，可以打。一再玩落去，一阵又话达哥，而家唔享受游戏了，赶收工，系咪先？以前达哥乜乜乜啊，系咪先？咩而家为打而打啊？我就一定我自己好知道自己我要点样。以前唔会咁样急住要爆机啊，乜乜乜啊！而家为咗想清 game 啊，咁啊，打到几点？一晚玩几多个钟啊？出卖体力，牺牲自己。以前玩两个钟啊，停一玩。今日直播五个钟 ，blah blah blah， 啊，变咗佢啊！系啊，仲要复嗰个电话，仲要谂点打啊！啊，咩变咗好多啊？呢啲劲女人啊，讲啲嘢，你变咗啦！你以前唔系咁啊，你变咗啦！其实呢个嘢我之前都有谂过讨论过呢个问题，即系有啲人都讲啊，咩一个人会唔会？你细个 B B 仔就系想饮奶嘅咋，话俾你听。你一出世嘅时候，净系想饮奶嘅咋？而家你想食饭，大胆啊！你变咗啊 ！B B 仔嘅时候，你知唔知你净系想要咩啊？你系想饮奶，有一份，有一屙。而家你仲要打机、加人工、娱乐、沟女，变咗啊你！以前细个你想要嘅系咩啊？
啊，玩具车 LEGO， 而家你要咩啊？买楼，几贪啊你？啊，呢啲系咪都叫变咧？啊，系嘛？不过我要嘅嘢，即系我意思系人多唔少，梗系有啦呢啲嘢。即系咁啊，系咪就系一种唔好咧？系一啲正常嘅演变。我想唔想饮奶？唔想、啊。我变咗啊！我细个 B B 真系饮奶，我大个仔真系少饮奶啊！我肚好渣啊嘛，唔舒服啊嘛。啊！但系我可唔可以帮只 game 讲下嘢？我见啲人话帮袁绍、帮曹操洗白真系好好笑，冇人逼你当正史。咁点讲好呢？我又觉得呢样嘢，佢有啲地方啊改得都系有啲奇怪嘅，即系咩关羽咪要走去过五关斩六将嗰啲冇咗，即系呢样嘢。你嘅歷史改編可以好好睇啦，人王嗰啲改編我覺得幾好啊，但係呢一個佢改編係有啲係奇怪嘅，冇人話當唔當歷史，但係呢樣嘢大家都知道嗰個事實係點嘅時候，即係如果佢講到有件咩有苦衷啊，或者點點點啊，改得合理啲咁，咪大家玩得 enjoy 啲咯。佢個本心都係咁嘅意思。啊！又唔使咁样话咩咩喺度互相咩，我觉得我都觉得佢写得唔好喎。呢个咩袁绍，你唔会觉得个袁绍好悲壮啊？因为体现唔到佢太多人物，但系佢冇呈现到个角色嗰啲咩，佢就系靠嗰个故事讲，系咪先？你玩下人王就知道啦，佢就描写得好好嗰啲武将，边个人系好熟？骨啦，嗰个叫咩啊？佢最后关羽之战有条契弟卞哲，有嗰个叫乜鬼嘢啊？即系个问题唔系在于洗唔洗白嘅问题，系佢写塑造唔到个感觉，嗰个人嗰个背景剧情不足咯，简单啲嚟讲。极散，即系你又唔系你长期跟刘备咁，你就知道关羽、张飞点点点啊，可以塑造到吓、啊、小草村秀秋啊！你玩翻人王第一集就知道，就算小草村秀秋呢个人咧，你都会体会到佢嗰个性格系点。佢话咩？唔知佢话关羽之前点解呢条契弟仲未变节，即系佢好嬲啊！我可以抛肥佢，跟住佢即刻一肥之后，佢就即刻咬晒底啊！我哋要够钟行啦，起程啦，即系好多细位就系做得好咯。可能佢哋日本人对战国历史可能熟啲，或者点样整得好啲咯。呢个系太散啦。呢、這个你充其量话塑造得最好嘅角色咧，应该系吕布，即系会俾人一种感觉系唔同啲，有一种正气。即系有种背负住一切同埋好劲咯，即系嗰劲嘅感觉系同以往嗰啲三国无双嗰种唔同，好孤独。佢呢个吕布好孤独，即系又冇嗰啲咩貂蝉嗰啲，成日咩好咸湿啊嗰啲感觉咯，有一个好型，好咩都唔系点讲，自己默默承受一切嘅吕布咯。又唔会觉得佢咩蠢啊？有时有啲整得唔好嘅，我觉得吕布啲傻仔啊！同意有人打咁耐个主线都仲系好虚。我个主线咧，佢好清楚就系讲就系你要打于吉，但系佢系咁唔可以话好清楚，你会知道啦。同埋咩要解决啲丹药，但系咧。就唔系好好咯。你总之咧，你对比翻你呢个同人王比啊，人王有一个角色嘅石田三成嘅描写得好好啊。就算佢系波士敌人，我玩完之后我系好中意石田三成，你知唔知啊？啊，
我劲都要石田三成啊、大谷吉继啊，竞争咩诶德川家康嗰边啲人喎，即系全部你人王你打过嘅人，你全部都觉得好有型啊！啲铺陈咩嗰个叫咩啊？西国无双嗰个叫乜鬼嘢？嗰一开头要打嗰个咧，攞电啊！人王嗰个叫咩啊？我好中意大谷吉继啊，超大谷吉继如果变身啊，你觉得好衬佢成个造型啊！一开头嗰个叫咩啊？石田三成嗰个叫咩啊？唔系石田三成人王咧，嗰个叫咩？西国无双，跟住你会同佢喺个芒草个地方打，一开头就已经要打啦。我有拍过片啊。我咪攞空手入扮打死佢嗰个叫乜鬼嘢？唔系本多忠胜嗰个啊，立花忠茂啊，系啊，本多忠胜系东国无双啊。咁啊，人王咧嗰、那个 D L C 啊，咩真田院嗰度都好悲壮啊，劲恐怖。即系突然间会有劲多箭射埋嚟，有战争感咯，有啊。总之你玩下，如果你想体会咩为之改编得好嘅历史 game 咧，《人王一》系超正啊，好值得玩。成只人王你玩落去咧，你就会觉得系好玩正噶咯。即系啲迷宫有时都烦，都。人王一、人王二同埋呢一个卧龙咧，人王一个迷宫算系好噶，即系啲陷阱有时你死咗都燥嘅，但系你都会觉得好似几得意，即系你会有少少趣味喺度。二咧玩到你黐线，我谂卧龙惊唔惊我 friend 嬲猪？我有同佢傾過啦，呢啲一人王一二嘅時候，阿吕布真係寫得幾好，一改三姓家奴嘅形象。《三國演義》講到吕布有勇無謀，其實一早睇得出劉備係偽君子，吕布唔係蠢，係唔夠其他謀士聰明。吕布嘅如果係蠢嘅話，唔可以做到大佬啦。每個做到大佬嘅人，蠢極都有個譜。即咩袁绍嗰啲，我成日都觉得袁绍系咪真系咁渣啊，或者点样啊？咩嗰啲公孙瓒，袁绍都打死公孙瓒啦，公孙瓒都唔渣啦，系咪？咁好啦，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咯，打把木靈啊，系啊，好难玩啊，即系好难揾咯，揾到你燥啊！啊，袁绍嘅家底厚，你古代家底厚已经争好远啦，你有读过书喎，你有知识喎，你谂下一个人有读过书同冇读过书已经争劲远啦，你读过书人哋教你嗱呢、這个古代有场乜乜乜仗咁样打有数。佢如果家底好啊，佢都捏人成条街啊！刘备都冇读过书，你谂下，佢唔会太废啊！汉献帝唔系有咩腰带诏咩？都好劲啊！都有谂过啲计仔点样扭转，系仲有人物咯。你话呢啲都系兵五进三俾啲小旗点。咁啊，今日非常之圆满啦，玩咗咁耐，听日我哋就爆呢一个爆机噶啦，听日就啊，大家密切要留意啦，想竞猜，可唔可以达哥，可唔可以一滴过晒？喂，问多咗最后一个问题先，听日大概要玩几耐啊？即系我系可以早收定点样啊？一个钟定点样啊？唔卡两嘢得十分三个钟，认真答唔该。钢之炼金术师，你爆咗十五分钟，咁快？
OK， 听日谂谂点搞，再算。哇！今日玩咗咁耐游戏，我都觉得好痛快。我而家要打电话，欢乐今宵再会各位，金主晚安，多谢大家俾嘅小旗点啊，多谢大家收睇啦。啊，话睇到咁夜好刺激啊！究竟呢日卧龙嘅结局会系点咧？我会记得点样打888嘅电话噶啦，多谢教导，系咁先啦。Yeah.